足太阴脾经经络循行的时间呢，是在早上的9点到11点。如果觉得脾经比较虚弱的朋友呢，可以在这个时间多做这个经络的运动。足太阴脾经呢，从我们的足大脚趾开始，走小腿、大腿内侧，进入你的腹部，爬过胸口，最后停留在肋骨的两侧大包穴。所以呢，我们待会足太阴脾经的经络操呢，就会想办法尽情地动到你的大包穴，将你的双手上举，手心相对，交互握在一起。这个动作呢，就是希望你把大包穴跟肋骨完整地打开。伸直之后呢，我们做身体躯干的旋转，感觉你的肋骨都在移动。你可以以头的方向旋转，也可以左右的旋转。如果觉得手在上面比较不舒服的朋友呢，也可以选择抱胸的方法，手左右贴在你的大包穴，一样旋转你的肋骨，感觉会更完整哦。